今天就这个吧，打完就下班。喂，你好，是王先生吗？喂，你好，我是啊，怎么啦？你好，我们这里呢是爷爷来了栏目组，我呢是打电话通知你，你在我们这里中了50000。你还能遇到这样的好事啊？嗯，对，你中奖了。您现在有空吗？哎，有的有的。你有空的话，我给你发个链接，然后呢你打开链接填一下信息，我把奖金发给你。等会儿，你们叫什么栏目组来的？哦，我们这是爷爷来了栏目组。谁来了？爷爷来了。爷爷怎么了？爷爷来了。爷爷爷爷爷爷，你耳朵背啊，听不懂啊？哎，乖孙子，爷爷就是有点耳背，你找爷爷有什么事啊？占我便宜的，你把我骗人的思路都打断了。爷爷我挂了。好嘞，乖孙子，这智商还骗人。